老细个嘅屋企家乡食饭啦，摆二十围啊，部部靓车啊，喺度报道过嚟，部部靓车，好荣幸啊！我哋广东新闻，我哋广东电视台，我哋广东电视台第一次嚟采访，即系成功嘅民营企业，哇！仲隆重过结婚啊！我呢部照到啦，哇！哇！呢个系我哋嘅公安同志，公安所长同志。喂，咁啊到嚟啦！我见到买楼。我哋今日咧，广东电视台咧就嚟呢度做一部我哋而家嚟到呢度咧，就系我哋惠州啊比较有名嘅民营企业家阿严先生喺度，喺度请大家各位嗱，呢个严先生出嚟啊嗱，成功企业家啊，呢个就叫啊，我影张相。喂，影张相先啦。袁生啊，春风满面，啊，喜气洋洋，啊，几多亲朋戚友。咁啊，广东电视台新闻频道就暂时喺呢度，一阵间再开始就。嗱，仲有呢个老板，呢个老板又系成功人士，吓，睇红光满面吓，几威水。喂，光荣军嫂啊，屌你个五十年代噶，系噃，呢啲又难得啦，五十年代嘅光荣军嫂，系嘛？喂，影下屋里面嗰间主屋啊！喂，入边啊，劏劏紧鸡，食紧鸭，劏鸡食鸭，系啦，今日好喜庆啊！点样杀野猪？我睇下，野猪杀咗啦，已经。哇，系，好热闹啊！哇！围开三席啊！哇！好正啊！百姓送葬大宴啊！哇！太开心！好正啊！三百几蚊啊！做生意要三百蚊包，好啊，系咁啦吓，暂时。我哋啊嚟呢度采访，就系呢个咧，就系我哋嘅老军人啦，即系参加抗美援朝。当年参加抗美援朝嘅时候咧，呢度嘅政府啊，就送一个牌匾，军属光荣。呢个，哇，呢个军属光荣啊，大过晒我哋嗰度啊，嗰个年月啊。喂，你依家講話就錄到㗎啦，依家錄緊你㗎啦。嗱，佢曾經係我哋嘅抗美援朝嘅一級戰鬥英雄。有咁高啊？有咁高？依家係軍級退休，正軍級退休。哇！呢塊牌匾就伴隨咗佢參軍到依家啦。幾多十年啊？啊，呢個就幾十年啊？幾十年啊？呢個軍數咧就叫做。點樣寫呢？叫做嚴石安同志留念。這個呢就是博羅縣人民政府第六區公所，哇，1950年送的。這個半個世紀有多。這個真是很難找到的，這個這樣的東西。這裡就是老闆的山豬肉啊，招待我們啊。哇，好重啊。今天呢，老闆今天應該是叫做聚會，什麼聚會呢？廟會啊。不是，我們會節。我做吹水會啊，今天。我們吹水會。有食頭。哇，真的好正啊！咁好，來位。呢個大碗酒大曬肉啊！係啊，開心啊！啊，我就要呢樣。哇！邊個肥先？哇！有人夾肥豬肉啊！
等佢幫你影翻個啊！咁哇，呢個山豬肉嚟噶，筋條肉韌啊，正啊！食咗，你食咗筋條肉啦，食咗啲有啦。嚟啊！嚟啊！嚟啊！嚟嚟嚟呢度，幾豐富啊！係啊，咁多有個人又參加咗個人啊！啊！啲皮好正啊，美容啊！你睇呢兩個女士，死係美容啊！反之比琴日靚咗，照一照都靚啊！嗱，仲有，仲有呢個我哋嘅林博士啊！慢啲先，嚟睇。